回到桃杂新闻，我是陈自立。看到是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两起的枪支遗失案件，先是龙泉新兵训练中心在教招前要检查装备，就发现了一把点四五手枪异常，检查发现原来被调包变成了模型枪。而陆战九九旅也在实施卸弹检查时发现两支 T91 步枪机枪遗失。龙泉新兵训练中心即将举办教招，检查训练装备时发现其中一把点四五手枪异常，经过鉴定后发现竟是一把模型枪，真枪已经被调包。今年要配合那个动员教招，所以要把动员装备的那个装备做一个先期的一个清点。那平常这批枪是有在使用的吗？它是动员教招的时候才会使用。去年五月教招结束后，枪支就保管在卸弹库内，一直到今年的3月6号、7号检查时，相关单位才发现问题。成立的专案小组也在做整个的案件的一个调查跟了解，全案移送司法侦办。是否会对人员进行惩处以及真枪的流向，军方表示还需静待调查结果出炉。同样是海军陆战队，8号陆战九九旅在实施卸弹检查时，发现两支 T91 步枪的枪机部分遗失，原因不明。军方目前也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，移送司法侦办，并通令管辖单位全面实施枪械清查，并加强军队内部管理和卸弹爆材管制，避免再有类似情形发生。但同一时间就爆出两起枪支遗失案件，也让民众对于军纪管理打上大大的问号。记者苏玉婷、林安平综合报道。